丁阿细林，我小等下就看你要安怎甲我敲代志。今仔日要恁爸母你鸡嘴变哪嘴，我若不记杀你，就甲颠倒头下。你玩得真大牌呢吼！甲恁爸约来要敲代志，竟然迟到半点钟啊！已经尽乎你面子啊啦！那无我替你讲话，二舅早就老人甲恁兜并过来啊！啊，你叫食袂歹哦，敢一个人来，真正唔惊死吼！那你无看你的感情，两分满地，我叫上无参上你阿哥，我绝对有是叫人陪我来。唔管叫啥来，拢同款啦！你甲我听清楚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甲周明作对，就是甲我作对。即个你闹交代所的代志，我会生气的。你若搁再假笑，我绝对连本带利甲你吐出来。哦，连本带利呢？哦，你是要算偌济啊？啊？无忌，你唔通敬酒唔食食罚酒。啊，假使讲我若偏偏咧要找周英明麻烦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安尼我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哦，安尼哦。无忌大来，我刚唔等来。阿、啊、妈。妈，你，妈，你，阿妈，拜谢拜谢哈。哎，丁主任啊，大多你的阿妈袂来，前天唔知甲我讲啥讲到一半，你讲什么星星？啊，无无无啦，啊，无无无。阿明啊，罗阿姨话你甲你问，你来无应啊？我，拍摄乱奇怪，我这后生吼，那较还蛮讲话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啊，这，听唔当安尼讲啦，冇紧啦，是我较唔捌啦，是安怎讲？因为我代志拢听无清楚，我跟你做尽量讲。你到尾交代我做啥物代志，冇紧，我一定诶绝对替你交代。你太多讲诶啥物？无代志，无代志啊。干嘛呢？他既然无代志，安尼啊。无代志哦，那呢就坐来吃饭啊。店主哩，请坐啦，阿姆带你出去玩呢。阿姆，坐，阿姆坐。哎，店主哩，坐。阿明啊，当专工请咱吃饭，你搁这么晚才到，你叫一个面相是要给谁看？啊，妈。来，冇紧冇紧，阿妈冇紧啦冇紧啦，因为咧丁主任平常时伫外口做代志真无闲滴，公事真繁忙，可能是伫外口有拄着啥物无爽快的代志，所以讲起码是无啥爽嘛，对吧吼？安尼个，丁主任，丁主任，我敬你，来，赏个脸吧。啊？嗯？哦，来。哎。林主任啊，今仔日哦是我请的啦，啊菜若是无够，我搁寄啦。不够好啦，就咱四个人食尔，食无完拍算啦。阿平，要不紧甲说多些？歹势啦，啊，互两位破费啊。卖安尼讲啦，啊会用甲林主任哦坐共底桌食饭，是我的荣幸嘞。这哦，拢是本地阿妹福气，阿妹在下里哦。无啦，迄个丁主任啊，我咱即嘛是爱哪食哪讲，还是食完再来讲啊？啊，无啦，哎，无什么要紧的代志，另工去讲嘛无要紧哈。哎呦，那也不要紧，干嘛呢？恁做恁讲啦，我甲阿妈袂交流恁啦。啊，平常时哦，恁拢真无闲，哈，恁有这个机会哦，会用坐落来食饭啦。安尼哦，恁就趁这个机会好好沟通一下。阿姆，我安尼讲对无？是啦，我是来插话啊啦。恁讲公事较要紧啊，唔免插棍。妈，其实无什么代志啊。店主任啊，阿你是不是有啥物不方便，互阮听着？无安尼，我甲阿姆先出来去啦。妈，没，这。是，何小丽，你是真乱的，做三八的呢啊！丁主任，公
正无私、光明正大，是有什么代志袂使讲的哈？什么代志要摊在阳光底下，对不？哈，我呢该水你应该有满意啦哈。啊，是讲这店主店，咱都请教一下，最近单位有进步有无？啊，上重要是今麦有咧替一个邱一鸣做算啊。无啦，我是公务人员，哪会当共人做算？老员，你唔通害我啊！这个话若是传出去，我会防处罚啦。而且吼，我甲伊顶哦，只是公务上的来往，伊要选入去，甲我什么关系啊？干嘛呢？啊，不过我听邱会长伫外口呢，四界宣传讲，你家己偌好拄偌好，啊，敢讲是邱会长咧讲白贼哦？哎呀，我你有够三八的呢啊！邱会长哪有可能咧讲白贼啊？丁主任做代志遐尼认真，形象又够好，任何人拢想要扣伊来丢票，何况是周议长，对不？啊，阿妈，真歹势呢，啊是因为哦，我伫遮也要出来算啦，所以我得加问两句啊。我是惊讲哦，店主哩，若是甲周会长斗相共，安尼哦，是对阮伫遮个选情真不利呢。袂啦，阿明，你知影我对周英明印象真歹，你若无想要互我生气，你上好是离伊较远嘞。我知影。对啦，阿明，我已经互请几落顿啊，应该换咱做主人，甲回请一下。我看找一个时间吼，我咧小雨咧厝会办一桌啦，到时再请大家来做伙热闹一下。啊，好啊，安尼好啊，做伙热闹啦。该做较有诚意啊。哎，对嘞。时间你一定爱来哦。当然啦。一点一点，我一定会到的啦。哎，阿姐啦，哎。来，边客气边给来点。锦荣姐哈。哎，丁主任，再赏个脸吧。来，来，我姐。来，我敬你。来。今日去一间餐厅吼，无俗呢。我遐个小雨啊，好好参详一下，看要请人啥哦，才袂失礼。回来哦，拄好食几口啊？食袂落啊啦！小李甲罗议员哦，请阮去一间真高级的餐厅，叫几道的菜，食足饱的。你小李甲罗议员请你食饭？系啊。拢已经回来厝的，还搁咧无欢喜啥？阿母，我想哦，可能是这边上班伤忝命啊，唔才安尼。这边，无你洗一身躯，较早休困好不？免啦，无需要甲先甲安尼啦。啊，毋是只为一个人咧上班趁钱，无欢喜就叫一面抢。今仔日食饭嘛是安尼，害我对人足歹势。人也毋是会报销啦，无需要看伊的面色过日子。袂啦，平常时这边袂安尼啊，可能是今日咯，伫外口拄着啥物无欢喜的代志啦。敢讲伊一个人无欢喜，咱嘛要跟咧无欢喜哦。伊最会去生气啊，咱卖插伊哈。小雨，你有啥物菜你较好煮的？妈，你来下岗嘛差不多一礼拜啊，台北的厝无人顾，袂用接啦。我看，我明仔载请假，甲小雨做伙开车送你回去啦。你要赶我回去？啊，是要赶你啦，是因为我最近太无闲啊，啊，我今日一个人伫遮无聊。啊！你之前不是讲啊，你的朋友拢伫咧台北，所以你才无愿意搬来跟我做伙住，敢不是？啊！你做你无用啊！我有小雨，啊，我有吴太太，伊遐好朋友陪我，我拢袂无聊啊。我想讲加住一阵嘛，再转去，敢袂用的？啊！不过我后日过来，可能要出差。你是不是无欢迎我住伫遮哈？袂啦，唔，你唔通误会。对啦，妈，你莫有袂想啦。无你来找迄个最借口个理由，硬要叫我转去。你是不是惊我伫咧遮失礼面子？因为你即摆有地位啊，你出头天啊，你有看我这幽默无气笑？无啦，妈，你是讲我倒位去的啦。我是你前夫大汉的，我哪有可能看你无去？真正是因为我做。我来说明，你莫再讲啊！你若无闲，我能陪阿母吗？阿母要多偌久就去多偌久。阿母，
那卖插伊，我陪你来底休困。我饲你十几年，你是不是有在讲白话？我心肝来知知的，你讲，你是安怎一定要赶我回去？妈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虽然讲哦，有小会陪你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会烦恼啊。你住伫我家，我无得专心做工课，久啊，一定去耽误着公事啊。你是讲我伫遮会耽误着你公事？我到底是做唔到啥，互你这么无欢喜，互你这么气嫌哦？我干那想要甲我后生媳妇大做伙，加大几工啊尔。我咧要求，敢有过分？妈，拜托，你是听到倒位去啊？用的温情较大天啊！你的温情，我这世人永远拢会记条条，我哪有可能气嫌你啦？不过我最近真正足无用的啊！像英暗啊，我本来想讲代志讲煞就要走，啊，结果咧，因甲你做伙请来食饭，啊，一顿饭食三点钟，安尼真正足浪费时间，你敢知影？你甲我食饭是浪费你的时间。妈，阿姆，妈，听什么？你路口路超过哦！我唔管你有啥物理由甲借口，我无同意阿姆等你台胞。我的代志唔免管啊！你较细声了好无？丁世明，你来向我们甲阿姆关一台胞，你到底是咧想啥？我有我的想法啦。你其他代志我拢唔卖管。也不过我绝对无可能目睭金睛，看你安尼对待你妈妈。好啊，我甲阮妈的代志我家己处理，免你管哈。喂，我伫厝内啊。好，你等我，我随到。你要去倒？你要去倒？为了我，和因冤到安尼，到老店吃，还佫有甚物意思？小雨，阿母，害你受委屈啦。阿母，你莫佮这边受气好无？真想不知今日头到底到底在想啥，也不过我确定的是，伊真正足尊重你，嘛足关心你的身体。我家己的后生，我乃无了解，是讲对你真歹势。本来你两个人好好咧过日子，我一下来煞害恁的冤家。你妈安尼讲，我本来就应该和你大做伙，关心你的生活，照顾你的身体啊。阿平，伊敢常常有甲你大细声？伊平常时对我真好，嘛真体贴我。可能真正是今日伫外口拄到甚无欢喜代志，才安尼。你免替阮烦恼啦。阿母，你莫阁说平生气，你继续留来甲阮住好无？再看卖啦。等伊回来，我家己甲伊讲。你搁找阿总啥？我是要问你啦，啊，你唔是要找罗伯基算账？啊，这么情形安怎？卖搁伫我面头前提起罗伯基这三个字啊！我约伊见面要算账，啊，结果伊竟然找阮妈来做证牌啦！啊，一顿饭吃落来，啥物代志拢无讲着，颠倒，搁有要甲几百岁。哦，兄弟啊，哪会安尼啦？你知影无？咱这卖咧故在人糟蹋，故在人无聊，消息来传出去，会笑死人，你知影无？无你叫我变怎？等阮妈面头前牙齿甲断掉哟！即摆阮妈知影我甲因有口角，完全都无信任我。只要红家、五家遐个人有啥物事甲差异，全部拢怪伫我遮来。我是要哪动手啊？对啊，唔对啊！啊，听你的口气，要为着让恁阿母欢喜，你都要保护恁正常的安全。我安尼啦，规期你做红家、五家两口头的终极保镖，好无？啊，你叫是我爱啊！我买得恁吗？兄弟啊，唔是我咧讲你啦，你安尼是要做大事业啊？
搁再讲，老婆计的代志，不应该拖落去啦。伊若继续来乱落去吼，我早晚会误事啊。你的意思哦，等我妈回去台北再搁讲啦。好了，我问你啦，啊，你老婆到底？好了好了，你卖搁加钱啦，我卖问就好了。反正吼，阿姆嘛无可能一直待在家，无安尼啦。我着逐天去烧香拜拜，求妈祖保我保庇哦，赶紧把阿姆带回去台北。把你送赢的，我来领地啦。我无你嘛，我那是关公殿的，我专叫人提来呢。唉，逐天安尼提心吊胆，烦恼着暗暝。搁较好的茶哦，我嘛啉袂出来啊。我，但你即马安尼讲哦，你总是要会当体会我的心情啊吼。静妹啊，咱帮下面一个人哦，踮在周永明的身躯边。虽然讲我是真支持，啊，不过，感情是有影，拢无危险。啊，这样我早我都讲过啊啦，啊伊也听袂落去啊，啊伊个性你也明知啊。伊哦，若无甲周扬明安落倒落地哦，伊也是唔甘愿啦。阿姆，我回来啊！我才倒来，你也伫个啊？今日安怎？得乐透？啊，乐透够真好钓！我是讲哦，我今日心情哦实在有够好个，比得乐透更加爽呢。今日这顿饭哦是食甲恁心凉皮透开啦，啊，把我所有哦的冤鬼拢倒出来呀啦！无啦。啊！你即卖是搞倒一个帅哥食饭啦，哪会欢喜到这款呢？丁世民呐，今仔日哦，丁世民要找木器大的哦，放刁啦，啊，所以木器大的就叫你找一个超级大贵宾，就是你太太啦。啊，你都无看到嘞，丁世民哦，当场黑叫你表情，有够爽的，你真正是笑破我巴肚呢。啊，木器啊，拜托你办的代志就是。办这啊！要办大代志，当然得爱我何仙姑出马啊！静妹啊，安尼做敢对？你唔得爱利用这个李太太，好好去度化这个丁世民，安尼唔才对。阿姆嘛，啊丁世民这去哦，就算讲你逐天哦，你耳旁边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也无可能给伊度化的啦。哎呀，啊不过你安尼先做吼，安尼咧欺骗李太太。我心肝头感觉真袂得过呢，阿姆，你就是想自卑啊啦！啊，讲一句较实在的啦，是李太太伊家己袂晓嫁囝啦。我已经真有品啊呢，我是以德报怨，你哪样怪我？小李安尼讲就对，无啊，你吼袂用伤过良心啦。你安尼讲来同情李太太啦，啊，什么人我要同情过去哦，互因囝傲慢遐个人。搁再讲哦，参像李太太啊，一尴尬无当要食菜两斤啦哈，啊，饲到一个社会上的败类啦哈，啊，你咪等于是作孽。你即马在讲啥啦？有啊，你来无来无一个跑啊。嗯，我咧嫁囝啊，较唔免予人讲我咧作孽。哎呦，无啊，啊，你要安尼我甲你唔正囝比啦。嗯，你要讲别人吼，都先想你家己啦。啊，规工啊，带迄两支铁啊，牙刀牙枪去甲人咧输赢。我问你咧，这对社会有啥物贡献？哎，较早少年袂晓想，即满袂啊啦。袂啊！你无讲这個，我阁无受气咧。饲你到遮尔大汉，你敢有做过一件迄落正当的头路是？哎呀，无啊！你若安尼讲啦，啊，我好歹即满嘛是连阿饭店的董事长咧。吼、哦，真稀罕吼！若无艾米，你敢做会起来了？啊，家己也唔管了好来，啊，搁咧讲李太太作孽，你吼、哦、做人是实，无迄个资格通去批评人的爸母啦。哦。你在笑我？没有啊，我是想着李世民。
无无数，李白。妈，真尼阿妈，你也袂困？有心事，哪会困会去啊？你敢袂记，你读高中的时，你当时才13岁，拄来阮家的时。 你是三个恶，目前呢，20年就过去啊。这条伤，我伫老爹身躯边，因为你爸母过身，无人甲你管教，你逐工拢无爱读册，你外口流浪，做一挂歹代志，我拄仔甲你收养的时。 我妈你还烦恼，你知影吗？我知影，迄阵啊，妈真正是费出一苦心在管教我。虽然你遐尼大汉才来阮家，啊，不过自你踏入门刚开始，我都甲你当作是家己亲生后生同款。 迄当阵厝内底环境毋是真好，我若拼性命，就算厝内底无钱通买米，我嘛会想办法去庙会啊，去共借钱，从你的学费来互你读册。我会安尼做，我都是希望你甲人会当比拼，以后伫社会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 你嘛有影无互我失望，第一学校的功课一直拢真好，毕业了后嘛顺利通过国家的考试。迄个时阵，我是做替你欢喜。食公家的头路，钱虽然毋是真多，啊，毋过想要平安过日子，迄是绝对有法度的。 不过，就算是安尼，我也是会烦恼。你是不是会拄到一个好的定时？在工课顶面，是不是搁较有成就？是不是会去找到一个真好的对象？我本来也准讲，我心肝内的重担会用啊放落来。啊，不过今仔日。 是我心情较无好啦。我拄则一直咧想，实在想无，你甲罗议员甲何小丽食一顿饭，心情敢袂歹到安尼？你坦白讲，你到底咧外口做啥物代志？我，你讲啊，你有啊无？ 放心，我咧做代志，拢是凭良心的，我绝对无做任何的歹代志。咁唔也是安尼，我无希望我辛辛苦苦、痴呆汉的后生，无正正当当咧做人，互我伫咧别人面头前头也袂起来。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袂骗你。 你对我这么好，为了付出这么多，我无可能再给你相信啊！而且，以后你也免再替我烦恼啊！我一定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既然你安尼讲，安尼我就继续相信你。你千万唔通让妈妈失望。 咱爸爸，你这个手指哦不平衡，开始了钱。
你是总经理，拄着这款代志，你要解决问题嘛，莫一直问我讲要安怎、要安怎、要安怎，好不？会当其实，咱饭店的开销我拢已经开始在做啊，啊，咱的人事开销我嘛已经感觉上低啊，啊，即摆脚手吼已经无够，根本就无法度裁员，啊，一寡物料佫开始上涨，根本就无法度信啊。我真正嘛无办法，我想无办法啦。局长，啊那安尼，这麻烦就足大个安尼，你知影无？这财务问题吼，都敢那无带清开共款啦，像咱个补都补袂平个。无虾米啊，无，你甲斗相共，你来投资我个饭店好无？我当然嘛愿意，啊毋过。我即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你嘛知影，我甲社会资金当摕去投资观光渔港啊，即马根本都无加出来钱会当投资你啊！哎，无安尼啦，你介绍恁爸互我熟识，伊若愿意甲我斗相共，我一切拢解决啦。你要找阮爸？是啊，安怎？你有问题哦？你只要吼，小可拍声招呼的，刷落去代志，我来烦恼就好啊。好啊，当然嘛无问题。啊，不过我首先跟你讲哦，阮爸是一种为着赚钱就亲不灵的人。你若是让伊知影你的事业利益遐尼啊大，是够哦，一定把你的事业转嫁掉啦。然后再给他摊在边啊去。这种出头，我是自细汉看到大汉啦。啊，进前哦，要甲阮爸借钱的人哦，最后无一个人会当还心的啦。啊，你先莫怪我无事先甲你讲哦。你放心啦，我袂甲伊讲啊这么明啦。你莫讲啊，阮爸迄种人啊，若要甲代志查甲清清楚楚，哪有可能为了底下底摕钱出来啦？虽然伊是阮爸，我无想要害你啦，啊，不过。你若已经走投无路，一定按安尼做，就只好跟阮爸跋看卖啊。我即摆替你打电话。麻烦你。哎，Amy啊，等，你莫卡。我袂用冒这么大个风险，我再阁想办法就好了。真正无需要，我打电话给阮爸。唔免啦，真正唔免啦，多谢你啦。我资金已经落真侪落去啊，不用安尼拢吃掉，我另外想办法好了。你安尼，你有什么办法啦？早起啊，我卖问遐尔济啦，只要你有办法啦，安尼就好啊。酒现状一直拖大过啊！我这个债务真正足硬的，我只想一个办法躲过这难关才用的。这句话哦，你因讲啊臭酸，我嘛听到就神啊！哎，阿明啊，你找我啊？阿伯啊，我这个人哪在这？安娜，顶边你去找阮妈，还有小雨麻烦的代志，我也不跟你说。安娜，你想要搁拍坏？来啦！哎，好了，两位我拜托你哦，咱拢是家人，莫一见面哦，都乌聊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阿明啊，顶回是我看你面子呢，唔知要设计案件中，嗯，哪有人讲有功无赏，拍不爱赔，哪有这个道理的啦？阿伯，你别生气啦，啊，两位啊，甲免看我的面子，这摆无我讲哦，来，阿伯，坐啦。阿弟，坐啦，坐啦，坐。两位啊，即马甲杯啊捧起来，一杯饮落，过去的代志拢莫阁讲啊，以后咱都爱阁合作的呢。来。阿弟啊。
我今日找你来，是有一件代志要麻烦你。什么代志啊？我到最近吼，我财务真正有够困难啦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，赶紧把钱存入来，嘛顺便给你一条赚钱的机会啦。不要扯讲哦，哦，那呢我简单的哦，赴宴大会万事不喜，叫你尽量交代妥当。什么代志？我暗算要招数。招数？你要招数？是啊。无你敢有搁较好办法，会当在短时间内赚一大笔钱入来？阿明啊，这招数还啊怎样呢？阿伯，你安啦？招数对别人来讲是真正危险，啊，不对咱来讲，都参像桌顶泥干这么简单啦。那不是讲我咧无用，刘爷补选，我着家己去做啊。安尼哦，阿伯啊，你说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害你啦。而且事成了后，我一定送你一包大礼。那你还先多谢你安尼哦。好，阿明，你去买你的选举，啊，你交代好我吼，妥当。你莫甲人会晓用嘴讲讲的，就像顶边共款啦。唔啦，代志办无成，阁害我伫红建中的面头前落去。落去，甲你什么关系啊？这边我替阮阿明做代志呢，而且阁有红包呢。阿明啊，别小心，别小心。阿伯，我都麻烦你啊哦。兄弟啊，啊你这边嘛不用点点点的，你上无我会甲看头看尾一个啊。虽然今嘛阮妈伫咧，我较无得出卡出手。阿哥，我替你小注意一下。多谢你啊！那呢，来，不要捧呀，这杯我打。好，祝咱合作顺利，好，大家多赚钱。来，来来来。海上接应啊！啊，你上这八回哦，有来华商，啊，这条是你个摊起来啊！你什么时阵？是狗会跟你联络啊？下趟的，咱上少年就关注，听金的方面。等你讲听，就来决定啊！有人来。啊，你好吼，来好来来，跟联络啦啊！好，来。安姐，哎，陈叔，迄人你捌伊袂？我唔捌伊呢。唔捌你，唔捌你，甲秦叔叔讲阿久。你来问路的啦。问路？你敢骗？安姐，我过来去，我先来走。你讲社长甲天叔啊，规规矩矩咧讲啥？嘿啊，啊天叔啊，这个人哦，伊从做人哦，真袂安稳呢。我今日唔知咧变啥，来约大家出来参详一下。可能是叫周云明买手机，想要对咱做出不利的代志。真有可能哦，我带人去查迄江耀明的交警，伊今物绝对想讲想讲想要报仇的。啊，你来想看卖，伊会用什么恶魔对付咱啊？我有听到风声啦，周云明的车贷数欠超期了，迄个财务状况就更加出问题。凡是可能想要另外找财路来稳定，另外找财路，那讲到另外找财路，上有可能就是招数，一定是安尼，绝对干那招数尔，不会当安怎？这边绝对会涨起来，我这世人无法度翻身，对吧？阿姐，妈，你个天数啊，顶个掉呢？卡叔老心小心哦，我今日甲大家报告，希望这摆哦，会当彻底甲这酒啊、药名哦解决一条。哎，安尼，阮大个嘛，当较早转来啊。李总，你要接应水会的代志安排好势了未？安啦安啦，厝啊进前哦，我有去甲社长交代过啊。
而且以后都要靠我家亲，我相信这届一定会比较安的，唔敢有定答啦。坦白讲，我对这个老高也是无啥有信心。你莫想做，咱就坐一家等好消息啦。哎，太久无消息，拢无消息嘞。那安尼啊，拢无消息。我真无干，怎啊打了这个机会，害我痛几落工，即下袂输我电脑拍碎一张空笑梦嘞。阿弟啊，我打电话来问海姐啊，吼。哎哎，有消息啦。哎。五三哦，有影是老先讲，只我用人哦，真是要走爽嘞。天叔啊，苏爹啊，约一挂渔民啊，准备要到海上，才要走出会。高爷，什么时阵要落会啊？今仔下晡三点，就一路码头。把一声水啊，感觉面子啊正啊，绝对泡也袂喘气啊。八哥，那是上戏啊，那袂喘气。到底嘞？算不得干巧明啊。老爹，你来拄拄好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上面江教平叫这社长去联络这招书，叫海就知。我等下要甲阿爷那个装起来了。真受这个代志？嘿啊，水哦。哦，无几大，啊你真无意思啊呢。啊是安怎讲？啊有这种好康的代志，你也无甲阮二铁双雄通知一下。都对了没？哎，阮即摆是台湾同情的超级偶像团体的，啊，这款场面那无讲去啦。对。卖个当面转入去啊啦！有啥物咧偶像团体，有啥物咧粉丝，吼，当面转转遐有诶无，你讲迄个无啊？大，我甲铁棒诶意思是讲吼，阮真久无出手啊啦。嗯，大，你嘛好心诶，我顶一个骹手诶嘛，哦。好啦好啦，较点咧较点咧，哎，爱啦。嗯。到底呢？哎，咱哦，大家哦，原来有几落摆哦，拢拢准备抓着这江教明这犯罪证据，结果哦，算伊好高命，拢过是叫脱过。啊！但即摆哦，是有咱哦，要甲江教明好个上好个机会。林哥，看有啥物计划，有需要阮配合无？阮绝对拢做得到。阿仔，哎，提防你个，要不哦，恁即摆随去迄个江边啊，也去巡者，看有啥物状况，随时来交联络。嗯，赞啦！阮二弟双雄，佮要出手是你派啦。啊，恁个粉丝都拢袂失望啊！哦，讲个就无啊。你是创啥？连咩哭连咩徛？哦，铁爸，这届唔是咧开玩笑的哦。顶头吼，甲遐重大嘅代志交我咱，就表示讲足器重咱的，咱来甲最兵的精神提出来，眼看四面，耳听八方啊！我听你咧屁啦，是偌悬啦？加加咱大叫咱来还够上，过到顶头就是暗暝啦，哦。嗯，我的意思就是讲，这届绝对袂去读册啦。我知啦，欸我替帮呢，我比你较巧呢。啊，借问咧，啊，你住是讲个听啥呐？哦，耳听四面，眼看八方。你什么？哎，我大哥来啦！就来啦！白刃二铁。嗯？哦，赵武师啊，你是要惊死人哦？阮拄啊要甲最兵的精神提出来尔，叫你化解刚刚要破大意的。搁再讲吼，阮是二铁双雄，唔是白烂二铁，你袂用安尼叫，你若安尼叫吼，会叫阮的粉丝怕哦。你冇粉丝哦，会不会太夸张啦？可以讲的，对啦，就是啊。啊，你来无代无志再来吃啦。哦，你唔只是假讲的啦，小马知影。乔护士当然嘛是要来找徐辉理事长彭世贤，无敢要来找咱两个呢。哎，很讨厌呢！你刚刚在讲我找林阿啦，我要找方大哥。哎，乔护士，乔护士，你的方大哥今日真无闲，所以讲无时间通陪你啦。方大哥你无影响？有这是大代志，袂用跟你讲。都对了呗。哎，那会使呢？凊彩讲出来。哎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您紧讲啦。No， 袂用讲。林，我看根本就无什么大代志啦。就算讲真正有大代志，方大哥那有可能找你两个白人二铁到三港？就算讲要找，嘛是找我。嗯，谁说的？哎，阮二铁少将在踮咧遮，就是要接应阿贤的。亲像这尼危险的代志，阿贤哪有可能找你这个乔布斯到三港？铁棒，你这个白痴啊！
咱甲阿贤做伙要去查干巧面啊，去陪走私会，遐尔危险的代志，你是安怎安尼，互老两个都讲出来咧？方大哥要去查周一鸣的走私会 ？My God！ 今天这个白痴啦！嘿，我只讲一句尔，你都规个代志拢压压出来，有够戆的啦！二铁双雄，你跟甲我讲，你甲方大哥又当对咋会？巧不是啊，你也是莫知影想济较好啦。弟弟，无时间啊呢，大哥等咱两个开车去甲载呢，紧来走啦。对对对对对，紧来紧来。弟弟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唔同我讲，我即马要冲去台北找你女朋友，带你过去让邵红小姐代志拢讲讲出来。时到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家己负责。不用的，不用的，不用的。阮回面真无简单，才原谅我。你不用来投这种代志啊！那安尼，你即马带我去甲方大哥会好吗？我脾气的，你别个牛波啦，啊，若无大个，你顶死哦！阮回面比大个我恐怖几百倍啦！乔护士，你莫做了别，我带你来就是啊啦！对啥？哦，脾气的，你做人实在真无原则的呢。谁讲的？我的原则就是行起来啦。哼，起来甘你呀？讲这就无效啦。麦啰嗦啦，紧行啦。这个消息刚好健康，我相信海姐啊，不然我等我妈啊，吼。